把你们的时空标尺数据给我，这样我就可以饶了你们。青青，究竟时空标尺是什么呀？这个就是时空标尺。啊，帆船，还有炸药。对，他们分别代表哥伦布和诺贝尔的时间点。时空标尺记录着全时空的数据，所以我们才能精准穿越到任意时间。哦，不得了！啊，时空出现断层，这是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包青天纪念馆。哎，葛洲，变包青天小吃店了。等等，包青天不是宋代有名的大清官吗？开封有个包青天，不好持久，不要钱。不对，这什么包青天呢？根据资料，包青天也就是包拯，是中国宋朝的开封府尹。他为人刚直不阿，屡次为民请命，将很多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绳之以法，是深受百姓拥戴传颂的大清官。他身边还有一个侍卫叫玉猫展昭，可厉害了。不是吧，他的侍卫是只猫？玉猫是外号，形容他身手敏捷。这次关键时刻就是包拯审判抛弃妻子忘恩负义的陈世美。这个小白脸是大坏蛋吗？本喵怎么觉得这边的黑探头才像坏蛋呢？这个黑探头，哦不，是包大人。只有将陈世美绳之以法，铁面无私包青天才能名留千古。嗯，绝不能让坏人逍遥法外，出发吧！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前面就是开封府。少侠留步。大叔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可能有事？可是你的鼻血。天气燥热，小问题。对了，几位少侠。你们怎么说走就走啊？你说没事，又说小问题，那我们肯定走啊。实不相瞒，其实我是展昭，有事想拜托几位。你是玉猫展昭？正是在下。还玉猫，是玉猪吧？这，我是遭奸人所害。不久前，我和包大人遭到陈世美埋伏，其中有个长得像蒸笼的妖精，用妖法把我变成这样。尽管我拼命阻止，可包大人还是被他们抓走了。几位小兄弟，我一看你们就是侠义之士，请助展某一起救回包大人。没问题，那你有线索吗？没有。开封这么大，我们上哪儿找啊？可明天就要开审陈世美，如果包大人不出现，岂不得白白放走他？你们换人呀。包大人是主审，岂能说换就换？有办法了。哼，包大人，你只要答应明天宣判我无罪，我现在就放了你，怎么样？你抛弃妻子，伪造证据，恐吓证人，罪证确凿。罪证有什么用？你都被我抓了，还有谁能审我？你用妖法暗算本官，卑鄙小人。不对，这是科学。师爷，包黑炭是出了名的硬石头，我们不如打打杀杀，教会小朋友。对对，小白脸良心大大的坏。可是，反正他明天不出现，不就行了吗？也对，到时候我就当场无罪。我的收集也收集完毕。怎么回事？什么事了？开始了。快点啊，怎么还不来啊？还甩不甩着？不甩就放人啊！就是怎么还不来啊？包大人怎么了？就是升堂。喂，
各位，今天包大人喉咙发炎，不能说话。请大家原谅。来人，把证物呈上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快，你们回去看看。他好端端的在这里啊，那在开封府的是谁呀？赶紧回去告诉老爷。你都胖成个球了，少折腾一会儿啊。就算你们改变了我的外形，我依然是我，保证绝不屈服。说得好。你是谁？谢谢你们带路了。百变重锤，我敲。包大人，是时候回去算算总账了。包大人开始审理案件。好，审理完了，陈氏没有罪。这么快？来人，把这家伙拖出去咔嚓了。喂，你看都没看，你说咔嚓就咔嚓，有这么审案的吗？刚才什么声音？哪有什么声音？我明明听到什么姑来着？姑息养奸。对，大人的意思就是不能姑息养奸。啊！胡说，这怎么可能？没错，就是说这个。我也听到了。我也听到了。我也是。我也是。啊！岂有此理！你们这些家伙竟然睁眼说瞎话！来人，拿下他！收集还差一点。不管了，蒙查查，动手！老姐不，留下！联盟分手分离！夫妇，请你们吃蛋糕。本玉猫展昭面前，你这点功夫是没用的。喵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死还不是吃了？大家看到了吧？这个包大人是假冒的。受拱手！你们冒充官员，这是死罪。来人啊！龙头铡刺。是谁？谁抢我台词？是我。包大人，什么？包大人！小兄弟，老夏。陈世美，你作恶多端，还绑架本官，罪证确凿。来人，拿下。大人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大人，放下酒瓢！展昭，好香啊！通天火线拳！危险！神器！香味攻击！不稳！全都变成大肥猪了，看你们还怎么跟我斗！不慌，我们来了。展护卫，是包大人，我来。好像不行啊，包大人。小兄弟，你自个儿加油，不要放弃。记住，就算你们改变了我的外形，我依然是我，保证绝不屈服。没错，我依然是我，火箭拳依然是火箭拳。奇趣多勾队反击！多多，打把手。格德比。
还是眼睛看哪里喵。嘎扎贝德，犯人，排长，大人，饶命啊！大人饶命！长，大人饶命！小朋友不能看这些画面哦。加油！第二届奇趣马拉松，预备！等等，我要抗议！为啥猫也能参加呀？哦，是吗？请问他是？皮鹿啊。那他呢？皮蛋呀。啊，朋友，有外星人跟猪走在街上你都不奇怪，你奇怪猫咪参赛？捣乱比赛，红牌出局。放开我！各就各位，预备，拉！一喵当先。喂，错了。你的马在那边。那是什么呀？还用问吗？马拉松，马拉松啊！拉，冠军是我的。不过这妥妥的不对呀！闪电猫，奇趣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果然，一有奇葩事就是幻影猫。出发吧，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青青，这次的关键时刻是马拉松的起源。公元前490年，雅典在马拉松平原打败了入侵的波斯，士兵菲迪皮茨全速奔跑了42公里，赶回了雅典，让大家知道这喜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证菲迪皮茨能顺利到达雅典。那还等什么？出动出动，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。喂，别抢我对白，时间飞船。奇趣变形，确认无误，这里是雅典波斯的决战地马拉松平原。感谢女神庇佑，我们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菲尼皮斯，在，马上出发，跑回雅典，把消息告诉民众。遵命，我一定跑回雅典。加油！靠你了，靠你了！加油！好快，不愧是雅典第一飞毛腿。菲迪皮斯加油，一定要把消息带到雅典呐、不准跑，奇谋飞爽合体。女神显灵了，赞美女神，赞美，不错，不对，你跑不掉。女神飞走了，女神一定是追上去给菲迪皮茨送祝福。对，因为我们胜利了呀！根据分析，前面是菲迪皮茨跑回雅典的必经之路，往左边走的概率是50%，右边也是50%。说了跟没说一样，只能分头行动了。出发吧。
我一定可以跑回雅典。难道是女神显灵？赞美女神！请你不客气，曹操爱女人飞弹。飞迪皮茨可能有危险，我们得赶快。谢谢你们，我可以继续完成任务了。路上可能还有危险，我们陪你一起跑吧。那就麻烦你们了，不过可否把我送回那边？啊，可是雅典是在这边吧？我的任务是跑回雅典，把消息告诉民众，也就是说这一路只能是跑的。可我们都已经过来了，就不能变通一下吗？命令是跑就得跑。根据分析，最有效的办法是打晕他，偷偷带走。不，菲迪皮斯先生，这份坚持对您来说很重要，对吗？当然，因为坚持，我们雅典才会胜利，我才能一直跑下去。那好吧，艾尔。明白。百变重锤，超级用力敲！哇！谢谢你们，再出发。萌查查又在偷懒。报告博士，通往雅典的吊桥已经炸毁，任务大成功。每次都说成功，然后每次都搞砸。这你去雅典城守着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博士就喜欢没事找事干。你说什么？马上去吧，柠檬酸爽合体。光迹追踪。这是。隔壁的，嘘！本喵有重大发现，这一定是飞迪皮茨留下的脚印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。可能，可能没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会是我的？还真是我的脚印，我的脚印怎么会在前面呢？真相只有一个，我们迷路了。前面就是雅典城了。哟吼，成功了！叽叽叽，还差点，全靠博士英明神武，要是少耍马屁，认真干活。是萌查查，吼吼，爱女神飞弹！不会吧！冲天！小心，那是追踪飞弹。不管是什么，都别想阻止我的奔跑。啊，通电火箭圈。冲啊！哼，本女神还在呢。超频射击。
警告，飞弹很可能有识别系统。飞地皮茨先生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还能跑。别呀、用来挑战，好呀，爱你的飞弹。危险，光体追踪。说飞弹不是识别系统，雅典城就在眼前，我不能停下。嘿，来呀！就是现在，艾尔，扳倒飞迪皮斯。好，我敲。哎呦！闪电猫，快！跑起来！什么呀？喵！又来！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原来如此，这飞弹只会追跑得最快的。那我怎么办？加油！你是利用飞迪皮茨一直跑的坚持才这样设定的吧？这又怎样？不能停下，我要继续跑。我拼！我跳！我啊！我不能停下。我停。不能停！我停！我停！哎呀！我停！哎呦！我停！我停！哎呀！我停！不行！双击！不行吧？好的鸟，我停！放开我！我还要跑！不，我这不边儿！一转光枪！欢呼吧！我们胜利了！继续特工，任务成功。保护了，没有发现豹女的踪迹。豹女到底为什么要抓闪电猫呢？可别的。根据分析，这件事很有可能和班主有关。对，糖果店老板也说了，豹女身上带着班主的传单。看来这件事情和班主脱不开关系。不是班主的马戏团吗？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少废话，跟来就是。嘿，生意惨淡的班主先生，我有事找你。终于有观众了，欢迎光临。咦，小妹妹，只有你一个人吗？班主先生，我是来和你做一单交易的。原来你要找的人是他呀。哈哈，原来是你呀、我差点就不认得了。对，我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我4岁的时候。突然盯住了呢。
他不会再伤害你了。谢谢你救了我呀，小姑娘。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这一把是我们族人所使用的魔力权杖，它有控制动物的神奇力量。世上居然有这么神奇的权杖！小朋友，你好，初次见面，这个棒棒糖你喜欢吗？不如我们来做笔交易吧。班主，我这次来找你，就是想把权杖换回来的。原来权杖是你的呀？哦，这个倒没问题。那不知这次你又准备了什么宝贝和我换呢？当然有。给。这是糖。对，当年你就是用棒棒糖把我的权杖换走的，我当然要用糖把它换回来了。对对对，的确是这样。但是呢，我当年给你的可是绝版的棒棒糖，现在可已经买不到了呀。就你手上的这些普通棒棒糖，我可不能给你换，除非。你跟他唧唧歪歪的说那么久干什么？他是不会把权杖给你的。除非你用闪电猫跟我换。这可不行。都？为什么？闪电猫可不是我的东西，我没有权利拿它来换。我不是东西，我是猫。等等，什么不是东西？看来谈判破裂了，你可以走了，但闪电猫必须留下来。孩儿们，抓住闪电猫！没想到话，我先溜了。还是走楼梯吧。有种就别跑，我们大战300回合。嗨，好累呀，我真的跑不动了。你们两个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找到你们了。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只要我们出了海就安全了。才怪呢，班主还能控制大章鱼抓我们呢。开什么玩笑，权杖可是在我这儿，他怎么控制章鱼啊？话说刚才一直在逃跑，都忘记了帮你松绑了，快转过身来。不会真的派章鱼出来了吧？马上救闪电猫！追捕气泡发射！哎呀，不是，你们都误会了。权杖已经拿到手，先离开这里再说。我们大家都误会了，豹女只是来拿回权杖的，权杖是班主骗来的，它本来就属于豹女。这下糟了，班主肯定不会放过他的。艾尔，
追上豹女。嗯，你穷追不舍吗？凯奇，我们跟丢了，这下糟糕了。看来你还没有本事拥有它。别跑！等你变强了再来拿吧。别跑！通天斧手！豹女，闪电猫把你的事都跟我们说了。我们来帮你拿回权杖。哎呀！冷！好机会，宝女。我知道了。休想拿回权杖！我先走了。别跑！哎呀！我紧回头。到手了。哎呀，好痛啊！班主，你输了，投降吧。那现在物归原主。谢谢，多亏你们，我总算拿回来了。不用谢。这是我们奇趣特工该做的，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。你干嘛？这是我和妈妈最宝贵也是唯一一张合照。原来这张照片对你来说这么重要。嗯，这张照片刚拍完没多久，妈妈她就没关系的，你妈妈也不想看到你哭。对呀，我们以后就是你的家人了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妈妈活得好好的，我每天回家都能见到她。那你们再拍一张不就成了吗？拍完这张照片之后，妈妈就变胖了，然后她就再也不愿意拍照了。那你哭得那么伤心干什么？我没有哭，刚刚沙子进眼睛了。你们别想太多。废话，这群人戏真多。那个，如果没事的话，那我想先走了。去吧，没你事了。还有这个，不知您还要吗？拿去，送你了。瞧您真大方，那我就不客气，拿走了。拜拜。哎呦，回去拿胶水粘一下，看能不能用啊。拜拜。权杖就这样给他了。反正我要的只是里面的照片，权杖给他无所谓啊。我们为什么要抢得那么辛苦啊，豹女？我不叫豹女，你可以叫我纳比。鸟。好吧，纳比。奇趣小镇欢迎你。嗯，以后请多指教。